好的，弟兄姐妹，让我们从座位上一同起立，准备好来赞美了。你准备好来到神的面前赞美他了吗？ Amen。 你准备好今天早上就在这个时刻你能够领受从神来的一切恩典吗？ Amen。 因为神已经在这个地方了， Amen。 Amen。 神已经在我们当中了， Amen。 Amen。 所以当今天早上我们开始赞美的时候，我们会唱一首新歌，唱这首新歌的时候，请你记得不是为了任何的别人而唱，而是为了你自己而唱。因为当你开始赞美的时候，黑暗都会消失。当你开始赞美的时候，恩典就会临到你的生命当中。当你开始赞美的时候，一切的事情你就会得胜。这是神告诉我们的， Amen。 所以让我们给他最大的赞美， Amen。 数到三给他最大的掌声，哈利路亚，一二三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举起我们的双手来赞美他。I raise a hallelujah， 仇敌前我敬拜你。I raise a hallelujah， 胜过不幸和怀疑。I raise a hallelujah。I'll raise a hallelujah， 天使为我神仇敌。来，一起来唱。I'll raise a hallelujah， 仇敌前我敬拜你。I'll raise a hallelujah。I raise a hallelujah， 赞美是我的武器。I raise a hallelujah， 天使为我伸手里。Raise a hallelujah， I raise a hallelujah， 胜过不幸和怀疑。对的，为你自己而唱。Raise a hallelujah， I raise a hallelujah， 赞美是我的武器。在风暴中我大声歌唱，大声歌唱，高声再高声，直到全世界震动。在灰烬之中升起盼望，胜过死亡，双手向他献上赞美。 I'll raise a hallelujah， 黑暗都惧怕
起盼望，胜过死亡，君王已复活。耶耶，好宝宝，请你唱得更大声，为着你自己。因为当你越唱越大声的时候，你会在你生命当中看见神的伟大，神的美好，胜过你一切的困难，胜过你一切的障碍，所有的事情神已经为我们胜过，我们与他一同得胜。 Amen。 Sing a little louder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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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Sing a little louderSing a little louder. Come, sing a little louder. 各位大声唱。Sing a little louder. Sing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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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a little louder.基督里，
有主在我里面，我将来宣告，我宣告在我里面你必须像一切更勇的你，我不输这世界，我靠主耶稣的名，我宣告在我里面有我身拥有满有的你，有耶稣在我里面，我这我刚强有能力 Amen， 因为那个有能力的神住在你的里面，住在我的里面，我们是他的百姓，他住在我们当中 Amen， 让我们高举我们的双手来到他的面前敬拜他的时刻，我们是得胜者，就如同得胜者一样的宣告来相信赞美他。你总是为我们征战，天使四面围绕我，我心欢喜，因我相信的神冠冕属于你。我的帮助，我的盾牌，我的救主和良友，你恩典赐我生命来敬拜你。祝你生命可能伟大，与你同在不惧怕，匍匐敬畏在你面前的神冠冕属于你，愿你荣耀充满圣殿，愿你能力来掌权，你能点赐我生命来敬拜你。哈利路亚，你胜过一切，你胜过一切，哈利路亚。
生命伟大，一起唱。祝你生命何等伟大，与你同在，我们没有惧怕，不惧怕，匍匐敬畏，匍匐敬畏在你面前，得胜万民属于你，愿你荣耀充满圣殿，愿你能力来彰显，你恩典赐我生命来敬拜。双手闭上的眼睛，此时此刻在信心里面看见神的得胜与你有关，他的得胜冠冕戴在他的头上，也戴在他儿女就是我们的身上，为着你生命中的得胜来向他献上感谢，献上夸胜与赞美。举起你的手数到三开始祷告，任何的事情都不能拦阻我们的神在我们生命当中带来的得胜。一二三，一起开口来祷告。哈利路亚，主，我们向来祷告。是的，主啊，今天早上，主啊，我们看见你得胜的冠冕也在我们的头上。主啊，你带领我们直到永远。主啊，你带领我们的是得胜的道路。主啊，是满有荣耀的道路。主啊，在我们的当中，我们要看见使用人生命越走越有荣光，越走越有得胜，更多更多。起初虽然微小，终究胜必发达。起初虽然微小，终究胜必发达。在我们的工作上面要得胜，主啊，在我们的关系当中要得胜。哈利路亚，是你要来那里。一切刀枪将倒塌，一切阴雷都要破碎，歌声冠冕属你，你的神，你的血。一切刀枪将倒塌，一切阴雷都要破碎，歌声冠冕属你，你的神，你的血。一切刀枪将倒塌，得胜冠冕属你，你的神，得胜的神，你大声唱，一切高墙将倒塌，一切阴雷都要破碎，得胜冠冕属你，你的神，你的神。
大声唱，唯有你配得起。前面到后面都承认这件事情，神是我们的神。万王之王，万主之主，我们高举你生命直到永远。主之主，唯有你配得敬拜和尊重。万王之王，万主之主，我们高举你，主我们高举你直到永远。哈利路亚，万王之王，万主之主。胜了这一切，耶稣已经胜了我们身体上所有一切的疾病，耶稣已经胜过所有一切经济上的难处，耶稣已经胜过所有一切的困境。弟兄姐妹，今天早晨我们就一起来宣告，我们要经验上帝的得胜。阿们。无论你带着什么样的需要来到这里，带着什么样的难处，带着什么样的重担来到这里，今天你要经验上帝得胜的能力充满在你的生命当中。你要有信心来面对，在你生命当中面对一切的困难一切的问题，靠着神得胜的信心，这一切通通都要胜过。 Amen。 弟兄姐妹，举起你的双手，把你的难处，把你一切的疾病带到上帝的面前来。等一下数到三，喊三声主啊主啊，一起来祷告。弟兄姐妹，宣告神得胜的信心充满在你的里头。你相信当你在这里祷告，所有一切的困难通通都要离开，所有一切的疾病通通都要得着医治。数到三，喊三声主啊主啊，一起来祷告。一二三，主啊主啊主啊，把得胜的盼望充满在我们的当中。主，今天我
都要破碎。弟兄姐妹，我们在这里不只是祷告，弟兄姐妹，你要打开你信心的眼睛，看见你已经高举得胜的旌旗。你要看见那个经济的高墙已经倒塌了，你生命当中那些坚固的营垒已经被粉碎了。一起同声开口来宣告，弟兄姐妹，宣告我们生命已经经验得胜，我们可以欢呼哈利路亚，我们可以高唱得胜的凯歌。 Amen。 再一次举起你的双手，弟兄姐妹，大声的宣告，打开你信心眼睛，看见今天你要高举得胜的旌旗。 Amen。 主的神，同声开口来祷告，一二三，哈利路亚，耶稣基督的主，宣告主啊，宣告你已经得胜，主我们看见了，主我们看见了，我们已经高举得胜的旌旗，主啊，看见了，看见了，主啊，求你的恩典充满在我们当中，哈利路亚，看见胜利是属于我们的，主看见你是使我们胜了还要再胜的。神迹奇事 Amen。 神的教会要经验上帝把各样的恩典祝福倾倒在他的教会的当中。弟兄姐妹，一起同声为着所有神的教会来祷告，当神的教会被兴起，就要吸引万民来归向神。 Amen。 我们要看见人要涌入的进入到教会的当中，因为这里有一位真实的神，这里有一位能够翻转他们生命的上帝。 Amen。 一起同声开口，为着我们的教会来祷告，为着所有神的教会来祷告，神的教会要被兴起，神的教会要高举得胜的旌旗。一起同声开口来祷告，哈利路亚，耶稣是你的主，我们来到你的面前，谢谢你耶稣，祝我们敬拜你，祝我们敬主，我们来到你的面前，向你来祷告，向你来祷告，向你来祷告。哈利路亚，耶稣是的主，谢谢你，谢谢你，你已经得胜，主你已经得胜。我的教会来祷告，教会是得胜的，主教会是充满你同在的，教会是充满能力的，教会充满神迹。耶稣看见，让教会充满你的荣耀，让教会被高举，主拿你的名。就要吸引万民来到你的面前来归向你，主主主求兴起所有的教会，充满在你的恩典的当中，充满在你的信心当中，充满在你的祝福当中。哈利路亚，耶稣，每一个神的教会，神的仆人成为大有能力的战士，耶稣在这个地方兴起，成为光，成为盐，我们向你来祷告，教会要成为热情的地方，充满信心的地方，教会充满得胜的地方。哈利路亚，耶稣，谢谢你，谢谢你，哈利路亚，你们宣告，哈利路亚，神的百姓大声的来赞美吧。转向你两边的，跟他说：“
神已经胜了一切，阿们。神已经胜了一切。弟兄姐妹，请坐。接着，我们要欢迎今天第一次来到我们当中的新朋友。如果你是第一次来到我们当中，或者是你都没有留下过你的姓名，求你请你也可以留下你的姓名，让我们可以跟你保持联系。所以等一下呢，我数到三的时候，我要请你从座位上面起立，我们要给你一个热情的欢迎，我们要送你一份礼物。所以请新朋友准备好，我数到三，请你从座位上面起立，一二三，请新朋友起立，耶，那边有，前面有，弟兄姐妹可以热情的欢迎他们吧，欢迎你们。再次给我们新朋友热情的掌声，欢迎你们。现在我要请所有的弟兄姐妹一同从座位上面起立，是的，所有的，请所有的弟兄姐妹一同起立。我们有六十秒的时间，好，六十秒其实非常的短，所以我希望你可以离开你的座位，尽量去找你周围的弟兄姐妹，跟他说真高兴在这里跟你一起敬拜神。开始，离开你的座位，快离开你的座位。你知道这次 Top Kids 大手牵小手要带小朋友去哪里吗？我知道，这一次要带大朋友小朋友去到相依机器人梦工厂，一起认识酷炫的机器人哦。孩子们还可以动手 DIY 制作好玩有趣的机器人科学玩具。没错，时间为3月23号早上9点，三明堂集合。参加对象为1到6年级的小朋友，报名费用为650元。报名截止日为3月20号，想要报名的爸爸妈妈们，请拨打02-6628-4536，妮妮老师。利友特惠的车票开始预购喽！4月3号到6号，特惠接驳车来回车票1天50元。4月7号 Homecoming 主日早上也有接驳车哦，详情请洽联合柜台旁的专售柜台。提醒大家，当周的美和堂和三明堂的聚会暂停一次。相信不到一个月的时间，让我们一起预备心，神必在我们当中行奇妙的事。